今天来上牌来了。哎呀，走了。我们后边还有不少赔率呢。我们来的早，不到8:30就到这了。哎，这摩托车还上牌照啊？摩托车也得上啊、哦！好家伙！这个叫打表，不知道是什么流程。查验通道。这个人照相呢，他马上到咱们了。查验完了，在这儿等着。机长哥来了，是本人吗？是大哥。这下，在这儿上班呀？谁呀？二老啊！来，这块打个人，这块儿你看看。三分钟之内啊，就一次机会啊！开始了啊！啊！他就不滚动的嘛，点那开始选号就行，完事在里边挑一个。我操！行，里边挑一个吧。挑一个。这个不行吗？95，这个20也行。要不就这个，这个。来，别喊我，你选嘛。一会儿我就选。220啊。可以。220。对，别。经典的，15那个，15的，没有安心蛋羊的粉丝吗？哦，行，那就来一个15的吧，就我自己，行，嗯，凉皮儿，土豆丝，完了之后这个4斤，让你干豆腐，行，嗯，放2块那个枣豆腐，好的，就行了，行。行了，够吃就行了。好嘞，哎，来一碗烩面，放点辣椒，它这辣椒这样式的，好像拧的，放点辣椒，羊肉烩面，哎呀，羊肉，干豆腐，油菜，鹌鹑蛋，海带，还有啥？我记得原来有粉条似的，对，有粉条。喝口汤。嗯，不错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去上牌去了，完了之后那个跟我们同事开车去的，他着急那个上单位有事儿，完了之后就我自己吃口。晚上俺们吃点大餐，我自己吃碗羊肉烩面，一盘小菜，10块钱，开饭，尝尝，哇，我这车是。57000裸车，完了之后，乱码七糟又保险又税，反正乱码七糟加一起，一共是68000。完了之后我再装个导航，再贴个膜，就7万块钱差不多。我没摇着号，那个天津的牌照摇不上，摇了能有1年来的了，都摇不上。完了之后，后来上的是区域牌照，区域牌照就是，不让上天津
就是高峰时间不让上天津内环线以内，好像是剩下别的其他地方随便跑。完了就上了个区域牌，我也很少去市里，去市里倒也不熟，基本上都是坐地铁。这里还真有羊肉啊，这干豆腐高了一点，清炖羊肉，上牌照之前不能动弹，门也不能接，反正还挺简单的。上面就是拿了个仪器测了一下，完了之后还有拍的车架号什么的，脚门子那不什么玩意儿没看着。这个羊肉一股糊肘子味儿，上班回头不开车，不能酒驾，你们放心吧。我不开车，我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出去上哪开一下。我们单位离我们家有点远，来回坐公交合适，开车不划算。这个菜花椒油味儿大，土豆丝和这个藕，小葱拌豆腐没有，跟我爸做的那味儿差不多。